是 Janet， 我是大佩，我是 Sharon。我们刚刚看的戏 ，Oh my gosh， 真的好好看哦。吻我 banana， 吻我 banana， 我刚开始以为是吻我 banana， 我说为什么是要吻我 banana？ 我们要偷偷唱一下，就是意思是什么吗？什么叫吻我吧 banana？Banana， anyways， 我们今天来看啊，吻我 banana， 我觉得吻我吧 nana， 对 nana， 我觉得真的是超越我的想象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骄傲，台湾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戏啊。我最近在美国看过 Hamilton， 然后他就是用 hip hop 的方式来做音乐剧，在做 musical， 然后今天我会看到这个我们所有的音乐、舞台、跳舞，还有演员演出来的戏，就真的是让我想到，真的是可以到纽约或是伦敦去去扮演，所以我个人这真的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大家这真的是要来支持。对，我最近看舞台剧，从一些比较小的制作，然后到中型，到今天《吻我吧，娜娜》这种比较大型的经典剧，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就是剧场的所有人，他们都用自己有的资源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今天我很感动的那种事情，除了整个剧 plot 很好之外，细节配角的表现都超级棒的，超级棒，就是、连后面都在那边凶抖一抖，然后大家目光就是全部会平均的分配，还有服装的设计真的好感动，因为我自己学服装，我好喜欢，我从中场休息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我好喜欢服装它的细节，然后颠覆传统，还有就是放一些很多新的元素在里面，所以我真的好喜欢。其实他们就是要我们短短的讲话而已，但那我短短的讲话，我的收尾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 very rock and roll 的一个 afternoon， 所以我觉得很棒， yeah， 好爽哦。对对对，真的大家一定要来看吻我吧，大家一定要来看吻我吧娜娜，因为你真的会从头笑到尾，然后也会一直想要跳舞，然后就是真的是很 rock 很棒的一个剧。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